钢铁之十项全能勇闯 Formosa 舌灿莲花，就是主持了、主持。你主持过几个节目呢？大概在马来西亚有就是三四个节目。哇塞，现在是 on 的。现在还是就是会回去再当嘉宾主持。那你的 radio 怎么办？radio 就搁在一旁，休息一下。对，休息一下。Prioritize 没办法了。拿手好戏哦，演戏、演了四部 TV， 对，四部啊、在马来西亚演了四部的啊、TV， 所以 movie is next， 希望拍电影，拍电影，真的有时间吗？学富五车，学富五车哦，你有学历，很厉害，现在学的是博士，博士，对，所以有学士、硕士、博士，你在有东西叫超博士的哈、哦，超博士，另外一个境界，就是博士之后超博士。好，我挑战那个过后，继续加油，别忘了谈恋爱很重要。好，武力全开。那你会跳舞？对，那你会除了钢管舞之外，你会跳什么舞？Freestyle， 然后 Hip Hop， 然后就是马来舞，还有一点就是传统的舞这样子。那霹雳舞？霹雳舞我觉得要来再去学了。国标舞啊，国标舞还没有学过，哦、所以下个目标还有很多目标。对啊，你看世界如此之大，太多了。时尚玩家，你会煮你会烹饪？对对对，说到烹饪，很多人说，你真的会烹饪哎，我也会烹饪哎，我会客家菜哎，大家就是说说而已。但是我们有录影存证，请看 VCR。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要上颜色。每一个星期呢，我都会在网上去自修，然后网上就学做花朵啊、雕刻啊那些东西，都是在自修，然后自己去买书，自己练习。瞬息万变啊，变脸。柔并济，钢管舞。There's no need to feel no shame. Relax and sip upon my champagne. 光是这个动作要练习多久啊？其实每一个动作呢，你要熬啊，你要这边勾着呢，都要练三个月以上。又要三个月啊？对，每一个动作三个月。那一天要练多久啊？每一天两个小时，不能练超过两个小时，因为会痛。妙笔。生花创作，你写歌开始多久啦？写歌大概是两年多。那你有算过自己写多少歌吗？我自己存档里面大概五六十首歌。你就五六十首歌了？因为我写曲很多，我是弹钢琴的。哦，所以你下张专辑差不多歌也收好了嘛？希望很快了，希望不要让我等太久好不好？花言巧语，会多国语言。好，刚刚我们说了一些英文，又说了国语，那除此之外你还会说什么话？粤语啊，然后闽南语啊、就还有一点的法语。那就好，我们假装跟大家轻松的聊聊天， okay, 好不好 ？OK， 那我们先从马来文开始，好。OK， salam sejahtera tuan-tuan dan puan-puan dan saya Suinsi dan sangat gembira ada peluang kat sini untuk melancarkan album saya。台语。大家好，我是 Suinsi Suinsi。粤语啊，大家好，我系 Winzi 苏盈之，咁呢一摆真系好开心，有机会嚟到台湾发片啦。日语啊，どうぞよろしく。私の名前は Winzi です。私は台湾好きです。乱来一个法文 ，OK， je m'appelle Su Winzi， j'ai comment en français plus longtemps， comment parler en plus longtemps s'il vous plaît？ 那你还有吗？我自修一点的韩语。还有韩文呐、啊？那就来吧。안녕하세요윈지합니다지금와걱정해요아나한한국어노래를사랑하는掌声鼓励鼓励！全亚洲和欧洲被你 cover 掉了。花言巧语，美丽佳人。哦、oh, ，你参加了选美，那是你入行的第一次大型的正式跟大家见面的方法，对不对？对，08、09年的大马世界小姐冠军，那时候正式入行。